我一直很想知道，一颗人头值多少银两？十两。先帝送你来血滴子的时候，想过自己会有今天的成就，没有血滴子，就没有我。 这弟子是见不得光的鬼魂，一个妖艳惑众的贱民。对不起，师兄弟不说这个。你宁愿相信杂种，也不相信我。你查我兄弟？你兄弟。 天告诉我，我将要死，但是我不怕。如果明天死的人是你，我的命运会不会变呢？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你和我的命都不是自己的，是皇上的。 皇上要打炮干嘛？你有血滴子，不是已经够了吗？朕是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们大清不见光底。皇上的圣事里面不能有污点，是朝廷让我们做的血滴子，你也是污点。奴才，无路可走的人我救。 先帝让我进血滴子，我从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。